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的是中医庙对面的芦洲区公所，这里有很多的农产品都是由我们这个芦洲区公所来代销。那因为今天要拜拜，所以我也看中了好几个不错的这边有这个香菇有那个就像沙琪玛土豆这北港的土豆这也不错还有这一个米糕啦这刚才买这就是买这个像关庙的米啦还有这你现在有赢来芦洲中医庙对面咱就能看很多这个算说肉酥我今天也有买肉酥这肉酥你买以后就去服务处遐甲介绍吼。我今日买就是遮，即个我今日买吼。我今日买肉酥啦，啊个麻油鸡，啊个即面啦吼。即马你买好以后，咱就来即服务处遮吼，服务处遮介绍，吼安尼吼，服务处介绍就会使吼。爱用现金哦，则无通刷卡的吼。即对咱芦洲。好浪费了哈！对面啦哈，对面就是咱的这个中医庙，好，对面就咱中医庙哈。若有来中医庙的人哈，你就顺续来，咱这芦洲哈，这个古浪会买一挂农产品哈，好，咱这这个拜拜，像今日我就是要拜拜用的嘛，顺续来参观一下咱这个，来咱家这。这是咱的古迹啦，哈，古迹就是中医庙哈。第二楼拜拜哈，最近过年到，你用个点一挂财运灯啦，哈，还是迄个光明灯，还是迄拢会使。边啊一间就是咱的福德庙哈，财神拜使比较请哈。咱这就是咱的中医庙，咱的芦洲哈，芦洲浪花就伫遮，欢迎大家哈。来芦洲，讲讲唔好忘记的哈。这边啊嘛有一挂排骨饭啦哈，还有迄个全联啦哈。这嘛有图书馆哈，甲迄个停车场拢有啦哈，所以真方便的所在。我是一般是伫这个芦洲这个捷运站坐14号来吃啦，较好记啦哈。那你讲迄个要吃麦当劳，这嘛有麦当劳啊。小北百货一安要集动物了哈，这康氏美应有尽有啦，这就是我所介绍的芦洲区，芦洲区的这个浪花哈，芦洲区浪花，伊的地址就是伫咱这个中安街，这个中医庙对面，好，感谢大家，请大家有来迄阵爱来咱这个芦洲区农会这个信用部长安分部来遮来甲阮来遮交关因为这最近咱的这个旧的迄个银行账本嘛，伫11月12日开始要换咱在的人迄个客户迄个原开户迄个存折甲金融卡总改好，感谢大家，感谢，感谢迄、那个有来芦洲，公共的这些旅客，感谢。